上次呢，有个臭宝，他的垂丝海棠养的不挂帅了，然后嗝屁了，基本上寄过来就是没得救的那种感觉了。然后呢，不死心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啊，然后又有个臭宝又弄过来一个垂丝海棠。我看了一下这个，这应该是买的一个。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快递单上面啊，写的很明确啊，什么六年的垂丝海棠，花期带花有少许，啊，数千的，知道就行了，数千数羊。跟你说花友啊，我不论是多少钱，这个花我跟你讲句最不好听的，就是白送给我都不要。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就这种苗情，你别说是你，就是换我也养不活，懂这意思吗？你们要是谁觉得谁牛啊，能养活能养好的，你跟我说，我给你寄过去。你这种太难了呀，你是花友，你说我真的不明白哈，有人说老花医，你老是诋毁这个数千数羊，不是是我诋毁吗？这是你真的好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个长得漂亮的人从来不会担心，也不会生气别人说他丑，懂吗？你要见刘德华，你长得真丑，他肯定不生气，是吧？刘亦菲这种，那、啊、越是那种啊，你长得很一般，跟我大舅子一样。你要说他长得丑，他给你急眼吹胡子。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。我不是说我有多挑剔啊，就白送给我都不要，就白给我不要，我嫌麻烦，懂吗？这也就是花友，人家之前买了一个死了，可能不死心，又买了一个过来，让我系统的教他一下怎么养。我这个不是教你怎么养了，我教你怎么买花了。这个你寄过来都是一个要死的要死的了，你买这玩意儿干啥？这种换我也养不好，真养不好，甚至养不活，比寄养都惨。花钱买这玩意儿，你这玩意儿你不是不能买，你要是真买的话，你不行就在天气冷的时候买，好吧？就天气贼冷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年前买，要么你就春天买，这个季节也不太适合。拿个剪刀。先把这一根给它剪了，之所以把这一根剪掉嘛，就是减轻一下负担。哎呀，又是这种厄运的土壤，梆硬，这还没干透呢，干透了以后拿这个去，能敲人，它能长根吗？长屁的根，长根。你看根系都没有，很弱，没有根系。你闻闻。臭宝，你要是在我这儿的时候，我非得让你闻闻。你看它根来都是个烂的，看到没？别犟，我们的好啊、嗯，你们的好，你们的好，高级、高大上、无敌。你看是不是？质量太差了。有人说我们质量差，但我们便宜啊。嗯，便宜，相当便宜了。所以说我跟花友们说吧，贪小便宜吃大亏吧。你找人家，人家说了，我们才卖你多少钱啊？你那么多事儿，对啊，所以说，不让你去贪那个便宜啊，买点好的不行吗？你的花友会问我没哪里的好啊，我也不知道哪里的好，反正我知道便宜的肯定是有点根瘤，看到没？这个地方这一大块根瘤，我给你剪下来你就知道了，看到没？这叫根瘤，它本身就是个病苗。也没根儿，还这个怂样。我希望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，我知道今年的生意很难做，包括我也很难做。今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可能就是行业内卷。其实行业内卷呢是一件好事情，说明这个行业要进步。只有卷，说明这个行业有活力。但是大家应该往上卷，往上卷什么呢？就是卷技术啊，卷苗情啊。卷价格可以，但是你别往下卷啊！你为了价格，你牺牲了好多东西啊，基本上都卖给人家都是一个不活的东西，你这卷的有什么意义啊？你看你这个，哎呦，看，它这是有病啊！这个花，我这个剪刀还剪不动它，太粗了。主要是它这个臭根瘤都发臭了，什么嫁接的咱也不知道。上面也剪一剪，这个花油啊，别说你养不活，反正我养的都费劲啊！我先跟你说，
说了不听，教了不学，就白教，就不听话。找水啊，里面泡起来，放药啊，放杀菌药啊。哎呀，我用到的这个是小黄二号，这就是杀菌药了，来一勺。这个是恶霉灵，再来点恶霉灵。这杀菌呢，得多泡会儿。三根叶，会玩的，养花用会玩，省心又省钱。先泡一下。哎，花盆尽可能的找小一点的，然后呢，用土。土的话，我还是用的老花医的一个通用配方土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根太长了，直接给它剁了。种土，埋的时候不要埋太深了啊。为什么我天天拍视频？我也不明白啊，就是这种，这个短视频的平台的推流机制是什么？可能养花的人少吧，我现在也看淡了。你但凡就是你关到关于养花这个事，你关注老花医，你多看几回，多看，你看到十个视频，我觉得你养花都不至于养死，他就不听话，容易浇不透水啊，我就显得泡。把原来的那个水就给它泡上，泡透就行了。之后的光照是可以给，不要强光暴晒。我希望在这里再给大家多说一嘴吧。我这个人不对任何地区有任何偏见，我只对某些人、某些事有偏见，好吧？觉得不错就点赞，想寄养的出宝联系后台，我是老花医，养花最专业，白了出宝。嗨，嘿嘿嘿嘿。